房间跑路吗？好，想要看吗？想要看吗？我要那个一个鸡腿便当。你被太阳打了，你想想。爸爸，快点！你看我，看我，看我。哎，爸爸，哎呀，我想到。对啊，会呀。会凉，非常的凉，好像水泼在我身上。你不要在这跳，万一真的摔倒，不是开玩笑的，知道吗？很简单的跨过去的。好，姐姐，你的杠子来泡台，快。在哪？哦，在这。1998年公告。原名基隆要塞杠子寮堡垒，主要建筑年代1900年至1908年陆续完成。来，严禁大挖土壤，走。谁要来这里挖土壤？挖那个黄金啊，日本人藏的黄金啊。对不对？日本人藏的黄金，这里有黄金吗？这里有，这里有大便。我刚想扁扁的时候就有大便。黄金大阵啊，黄金大便。姐姐，你终于要看到杠子寮炮台了。这还在外面而已。以前小时候有来过。对啊，我小时候有来过这里。妹妹可能没有来过，妹妹应该也来过吧？怎么逃？这里追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踩到你那里。你在甩球，甩什么甩？爸爸，我踩坏了。妹妹，你怎么这么嗨？在下坡啊。下坡啊？等下回去下坡你会哭啊。有哦，嗯，我看这个看起来还好，保存完整度，里面还有那个，还有那个，干你要哭一下，不是，这要哭观测台，还有城堡呢，观厕所，还有城堡，厕所是外面这个，这是那个什么，军营，兵营，不是，是那个将军住的，将军住不是住这里啊，是吧？有猫洞啊！这是什么冰社区？哦，他们是住这里没错的。睡家的地方，好玩，这是忘了。这应该是厕所吧？我看他所以他才会封起来嘛。然后还有做通风的。厕所封起来。我记得他以前不是会有地形图吗？还是那个情人湖那个炮台才，大武人炮台才有。对，嗯，在照片上就真的看到了。过来了。他们喝这个水啊？爸，但是通常那些住那个士兵的那个都是。你们走外面。爸爸进去了，快点，不要看他脸，爸爸进去吗？可是爸爸。不然有什么？猫洞。那留猫洞做什么？猫洞啊，这就是猫洞。猫洞。啊！蝴蝶。那就叫猫洞。书上写猫洞，还是你自己觉得它是给猫走？没有，是真的叫猫洞。那为什么这边没有猫洞？这也是装马，因为我自己打。哦，那也是养马的，有可能哦。养马是在门口那里啊，对，对不对？对，
厕所吗？你看这里。你不要偷看这个。闪桶嘞！闪桶有没有看到？防空洞。要不要进去？防空洞。不要。你看，手电筒过去就是了。这是第二层，最后一层就是那个了啦。炮台区。炮台区哈。对。这个才是弹药库了。哦，对啊，150公分应该是这个了。可以变成一个灯哎。对啊。你都很幸运啊。行。张女士。张女士。张女士。长这样。旁边过去。我们都是张女士啊，你站在那边。干嘛？快点看。我在门口，可以。那不咋样。三二好，从这里，从这里，小朋友来，就绕一大绕最大圈的就好了，走楼梯吧。有啊，嗯，这边有个洞哎，这是带那个防空洞放在这里的。哇，这这只拍出很陡的感觉呢。你看我的唇角，对，很陡了。小孩不要动，小孩看我，小孩看我。猫咪看我，猫咪看我。我看到这，我看了，是不是？老爸，你要这样子。我回了。妈，我吃到这个。哎呀，吃到这